保人对赖粉爱不释手。首先洗干净并晾干的米放进机器里捶打，打成至粉末后先过筛，确保粉末够细滑，过后搅拌成米浆，拿底部有孔的盛器在热水上不停来回赖米浆，将成型的赖粉捞起放进冷水里过冷河，再放进底部有漏孔的格子里沥干水分。不编四会赖粉的第四代传人保留了先辈的古早味，更以创新方式去延续这个好味道，奈何在白米短缺，连碎米也涨价的当，他这条传承之路又会如何走下去了？发明四会赖粉用了八个字代代相传，坚守传统，创新传承。制作过程赖粉共运三骑士，一线米奇器，开始机器化代替人力。我们的业务拓展已到霹雳州雪兰的海子洋国，我们会集中将我们的企业做深，产品做精，再开发市场。其实本地的米已经涨价了，暂时我们